起来吧。别哭了，你从冷宫就一直跟着我，我信你。这不是你的错，是我的错。我去找贵妃告罪。金贵啊，金贵，不论你里边写着谁的名字，对他而言，你大约都是个天大的宝贝吧。可是沦落到我这一亩三分地，只怕你还得挪个位置。挪去哪儿呢？拿去，放你房间。你立刻安排书院护卫，一刻不离看守我的监舍。是。从今往后，我未知就陪着这金贵睡觉了。不行，你危险。他才危险，有我在，就安全了。南姨，听我的安排，他安全，我才能安全。依依，你就听四爷的，这是四爷信任你。你放心，我会加派人手，保护四爷安全。礼部侍郎徐启瑞，在此恭候赫连王子多时。何事啊？按照陛下的意思，也是按照礼数，由在下亲自送来磁帖。礼数？是。这是谁开罪了赫连王子？可有礼部出面？本王今日心气不顺，开罪本王的人，你们礼部的人也管不了。把帖子收下，本王得空便看。徐侍郎，回吧。在下告退。不好了，主子，你可得罪天上帝陛下了。帖子上说，不日将是天上帝寿辰，邀请你进宫赴宴，可是你赶走了礼部侍郎，这可如何是好吗？好你个风之辈，令本王在清明书院出丑。看本王如何驯服你这刁蛮女子！走，随本王觐见天圣帝。哎，主子，陛下寿诞，着赏赐各宫翡翠玉钗、仙灵琵琶补品、鱼海珍珠、削金彩缎，快请王才人领赏吧。臣给使，我家才人正巧出去拜见贵妃了。咱家还要去其他贵人处，你们先给王才人放宫里去吧。是。
这可是贵妃精心准备的，你可得好生收好，万不能出差池。请贵妃放心，奴婢知道该怎么。 这真的是母妃的手机。殿下，小奴也有事回禀。听闻当时事发之后，陛下下旨，宜兰宫所有宫人皆被诛杀，但有一个小太监，因为事发前两日犯了错，被下放到上食局下刑新探之事，才逃过一劫。小奴辗转几日找到了他。 据他回忆说，他离宫之前，并没有常贵妃宫中之人去过宜兰宫。倒是一起，王才人曾找过娘娘，密谈了很久。当晚，娘娘称病拒绝侍寝，还把陛下送到了王才人的宫中。谁？王才人。 为王凝琪的生母，竟然是他！主子，既然有证据证明是王才人当年陷害的燕妃娘娘，那燕妃娘娘的沉冤，终于可以昭雪了。 王才人身居后宫，常贵妃执掌遮天。现在，王才人危矣。你父皇寿宴在即，取悦盛筵，那也是儿女之孝道。这些事物都是本宫的珍藏之物。 说起来，那可都有些来历。还是姨母对赏您最好，什么都舍得。赏您谢过姨母。哎，先别急着谢本宫。本宫和你是一家人，不说二话。在这寿宴上，本宫还有事情要托付于你。 何事要如此小心啊？哎呀，还能为何事？姨母每天担忧的，还不是咱们常家？这金匮要略上若写的是宁毅，咱们日后还哪有这对镜梳妆的闲情？就只剩下兔死狗烹了。 姿势体大，姨母想了个法子，这法子得由你去办。姨母，这金匮要略在魏之手上严加看管，少您该如何帮姨母啊？你父皇寿宴在即，你邀魏之进宫拜寿，自有人到清明书院去看那金匮要略。 若上面写你王兄，自然是好；若不是，咱们还得想法子。姨母使不得，这金匮要略一旦打开，魏之是要受罪的。而且每次少宁犯错，魏之虽然都知道，但从未向旁人透露过，所以少宁才得以平平安安。姨母，少宁不想骗魏之。
你这孩子，真是不知道死活！这金匮要略上若写的是宁毅，你我都要去赴黄泉，去见你母后，去见你王兄宁川。你可别忘，宁川死在谁人手上？ 再说，姨母早有打算，你生儿哥哥看过金匮要略，会用火漆敷上，不会让人察觉的。嗯，那好吧，少宁答应姨母便是。 怎么了？可是有人来了。魏司仪，本王有事找你。魏司仪，本王有事找你。不在。顾兄，本王有重要的事情要找魏知面谈，可否请他出来啊？不在。那本王可以进去等他吧？不在。 司仪，公主殿下的銮驾已经到沁明门口了。不错，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？外师，你先想办法拖一拖公主殿下。我去会一会那个赫连王子，也许可以拿他来解公主之围。卑职自当尽力，只是那公主的性子。你可以的。我看。 打搅了。魏司仪，你可回来了。哎呀，魏某不知赫连王子大驾，有失远迎，恕罪则可。本王特地来找你，是有一个大喜事儿要知会你。 何事啊？还要劳动赫连王子，大驾亲临，知会魏某啊？哎，本王今日到宫中拜见陛下，得到一个消息，陛下已经发下旨意，明日便会有人到秋府去宣旨。那想必是陛下体恤秋都督劳苦功高，又赏赐了什么？魏司仪，你真是聪明。 陛下给秋都督一个天大的赏赐，宣秋家奉之为入宫参加天长节，怎么样？那公主驾到！南烨，给我好好招待赫连殿下。嗯。卫之。 卫之见过公主殿下。
魏之，本宫有件喜事要告诉你，走去你房中说。殿下留步，陛下将这金贵要略交付于微臣，微臣自当尽心奉旨，不敢有丝毫懈怠。因此，这金贵在一天，臣的房间就一天视为禁地。还烦请殿下移步，这厢说话。那好吧，既然是父皇的旨意呢，我自不会为难于你。你们先下去吧。走吧。敢问公主前来清明，可是有何指教？未知，本宫特意向父皇讨了恩旨，准你入内廷就坐。你说这可不是大喜事吗？殿下，微臣出身寒门，不瞒殿下说，微臣家中吃饭的案几都还少了一条腿，哪里见识过像天长节这样偌大的场面啊？微臣怕是会给殿下丢人。怎么会呢？谁如此胆大，敢嘲笑本宫赏识之人？爹，爹，有贼！赶紧保护公主殿下。是，为母这就去看看。哎，我也要去。公主万万不可。奉旨为殿下。要是敢把公主召来，我就让南姨再把你从墙头扔出去。嗯，嗯。哎，公主殿下，四爷这是一片好心呐，让卑职保护你。以免无声宵小，不失天家尊严，误伤了您呐！您这样一出去，司业知道了，卑职这饭碗就砸了。殿下，魏某与你打个商量可好？现下公主已向陛下请旨，令卫之入内廷就坐。若殿下能让陛下收回旨意，您想来清明读书？魏某随时欢迎啊，如何？如何？你休想！你不跟我进宫的话，我就跟陛下说，魏之就是奉旨为……好，我答应你。殿下，且稍后，容魏某先去回了公主。殿下当真要为之前去？当真？殿下就不再思忖思忖？不用了。也罢，既然公主铁了心要看微臣出丑，魏某奉陪到底。那就一言为定了，告辞。恭送殿下。主子，小奴有事禀报。说，小奴刚从宫中回来，听韶宁公主的内侍说，韶宁公主应了常贵妃，请魏之赴天长节入内廷就坐。哦，听说陛下已经恩准了。不对啊，我听三婶说，是贺连征请了凤之威去天长节宫宴。啊？这韶宁请魏之，本王倒不奇怪。贺连征为什么要请凤之威呢？贺连征肯定是为了抱得美人归呗。主子，
这若是以凤之威的身份出现，那宫宴之内众目睽睽的，谁人不识得魏之那张脸呢？而且您可别忘了，这邱府的人也在啊。就算他躲得过众人的猜疑，他也过不了邱府那关吧？啊，主子，你的小狸猫都要变成死狸猫了，不急啊。 应该是贺琏王子担心他活美人变成死美人吧？我只是好奇啊，本王非常的好奇啊，我就要看看他怎么脱险呢。我就想看呢。为之。 见本王还不行礼。卫之参见楚王殿下。哎，免礼。殿下此来是有事要吩咐微臣吗？完全没有，我纯粹是来看热闹的。宁毅，你最近好似被什么黑心鬼给附体了吧？嗯。再不就是当初废太子那妩媚的余毒卫青看你长了性子，不然你何以处处针对于我？这你都发现了。 我真的有个很大很大的黑心啊，不然怎么能活到现在呢？哎，应该是分身乏术了吧？也许本王可以帮您想想辙，脱身哦。就不劳殿下费心了，魏某自有对策。哦，殿下，你还是多操心操心自己吧，别扎不成别人再扎了自己。嗯，这是什么？ 哪儿来的？难以给我的吃了，能吐血。哦，我为何要向你禀报？放手！哎，没了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不要大出风头，知道吗？殿下，你可真是爱说风凉话。我如今这般境地，终不是拜你所赐。我是来帮你忙的。 现在你有足够的理由待在青楼上。宁毅，你干嘛欺负魏之啊？我高兴。公主殿下，请恕我微臣无礼，魏家起身见礼。还不快传御医！是，微臣恐怕是旧伤复发了，明日无法陪殿下去天长劫赴宴了。你快别乱动了，一会儿御医就来了啊！微臣还得设法向陛下告罪，这该如何是好？ 就是那个宁毅，本宫一定要禀告父皇，绝不请纵我的殿下，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！哎呀，没事吧，陛下。 陛下，老奴有时觉得这楚王殿下还如儿时一般，还是那么淘气。他淘气？哼，恐怕又不知惦记什么人呢吧？啊，这个老奴可不敢妄自揣测。要不改日把魏之召到陛下面前来问问。不必了。 卫之还是让他好好剃针，守着金贵要略吧。眼下有不少妻子的人都惦记着呢。对了，你可知今日韶宁都在做些什么？回禀陛下，公主殿下倒是常去贵妃宫中走动，偶尔也会去燕王府上，毕竟是姨表亲嘛。嗯。 怕是坏就坏在这姨表亲上了。常家的人惯会利用这亲朋故旧。你着人给朕看好了，少宁。是陛下，老奴这就去提点陈嬷嬷。陛下，早些歇息吧，养足精神，明日。
好应付大日子啊。只怕这大日子不好应付啊。小奴才，你把这些抄好的经文，把我明日送到青龙寺供于佛前。是。殿下，为祭奠燕妃，您一日都未食了，小心饿坏了身子。无影。是您已不小啊，明日是我母妃的忌日，我本应该敬食敬酒，以全作儿臣的哀悔之礼。臣乃明日又加封父皇的寿诞日，举国欢庆，宫里一定会大摆筵席。我是多希望我能够回到忠臣寺，可以在京处思念我母妃，不用做这些强颜欢笑的事。殿下切勿如此伤怀。燕妃在天有灵，看到殿下如此的痛楚，怕是魂魄不安了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这碗薄粥，你还是用了吧。好。启禀主子，密函已送往魏王府。下去休息吧。嗯。我想陪主子一起抄经。你回房。回房。旧伤复发，故不能陪公主赴宴了。看来这凤之威对我家王子是情根深重啊，想着法的要陪咱们主子。不过他怎么到现在还没出来呢？咱们是不是等的有点太久了？这女孩嘛，陪情郎赴宴，自然要细心装扮。这时间越久啊，说明越喜欢咱们主子。哎，你看。这不是来了吗？
民女见过赫连殿下，怎么了？看你们这副神情，是不喜欢我这身打扮吗？啊，我不去便是。殿下不用为难的啊。本王现在终于明白，你对本王是情根深重。啊！你不怕危险，宁愿令世人误解你的容颜，也要随本王赴宴。我赫连征当真是三生有幸，因此本王现在看到你这般的容颜，当真是世上最美的模样。服。首相姚英之女姚阳慈觐见。臣女姚阳慈参见贵妃，贵妃如意安泰。迎身吧。你就是姚相之女姚阳慈，近前让本宫看看这位久闻大名的大才女。臣女愚钝，不敢当贵妃谬赞。秋上琪之女秋玉洛觐见。臣女秋玉洛参见贵妃，贵妃如意安泰。迎身吧。谢贵妃。金紫光禄大夫徐天泽之女徐如梦觐见。玉洛见过梅姐姐，姐姐一发秀美了。玉洛妹妹，还不快快觐见公主殿下。嗯，臣女秋玉洛参见公主殿下。早有耳闻殿下国色天香，今日一见当真是惊为天人呐。你是秋都督的女儿？嗯，那你是不是认识一个人叫魏之啊？臣女不曾识得此人呢，敢问殿下。啊，这没事。那本宫与你没什么可说的，过去吧。迎身吧。谢贵妃。亲军都督邱尚琪之生女凤之薇觐见。民女凤之薇参见贵妃，贵妃如意安泰。你就是邱都督的生女，这长相还颇为清奇呢。贵妃谬赞了，民女的样貌不但清奇，还颇有止小儿啼之功效呢。真是个有趣的小娘子。嬷嬷，把我的青稞子赏赐于她。是。平身吧。多谢贵妃。尚书左丞周世昌之女周东陵觐见。你是邱都督的生女，那你认不认识一个人名叫魏之啊？魏之你认识吗？启禀殿下，那个
魏之就是明女的表兄啊。真的？啊，那你快给我讲讲你的表兄怎么样。你快讲讲。若有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18年前的冤魂犹在，莫非这密函到底是何用意啊？莫非齐儿已经长大成人了？无论母妃有何难处，只需告诉齐儿，齐儿定有办法保母妃无虞。燕妃，若向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可天知，地知，为娘自己亦知。18年前，是我害了他的性命。起来吧，母妃。母妃，母妃天性纯良，彼时定是被那常侍所利用。不过如今母妃也真是糊涂啊！这牌位若是被别人看见，岂不是惹出了滔天的大祸呀？如今六王兄由于将那当年的旧案翻出，势必会引起常侍的警觉啊！这也是今日我早早召你来的原因。母妃，这是何物啊？你自己打开这锦布看看。锦规。这本是昨日我备的寿礼，想在宫宴的时候献给陛下，可一早子英几次三番要用贵妃赏赐的锦盒装置礼物，我甚感奇怪，这才发现这金龟居然在我的宫中出现。常贵妃这是要将你我二人赶尽杀绝呀、啊！他若定要将我儿子置于死地，我便现在就去向陛下自首。母妃，母妃，母妃不必心慌。此刻面圣没有凭据状告常侍诬陷母妃，也无法防范他不会有下一次，只不过是先撤了自身罢了。可那如何是好？视而不见，佯作不知。朵儿姐姐好，贵女客气了，奴婢不敢当。姐姐，您是在贵妃驾前行走的人，这身份啊，自然要比我们要尊贵的多。姐姐，贵女有何吩咐？妹妹就是想知道，今晚宫宴上，楚王宁毅会就坐何处？
闺女且安心，奴婢择机向贵妃禀明，将闺女的座次安排离楚王左近。那妹妹在此，先谢过姐姐了。放肆！是你，你好丑！你怎么能想到这个法子？你不怕丢脸吗？我开始好奇了，好奇这贺连征看到你这副容颜，他会是什么表情呢？你嘴里是什么？谁叫他纠缠不休啊？反正这皇宫内无人识得凤之威，若说是丢脸话，那也是他贺连征丢脸。你还说我睚眦必报，你也好不到哪里去。他可是堂堂的京师王子，他倾慕于你，你就这么信任他？长成他那副模样，谁稀罕他倾慕啊？那要长成什么样的容颜？才配得上你这张绝世容貌的脸呢。是。